北宋皇帝赵光义携柴郡主边关涉猎，众辽军埋伏，郡主被掳，杨延昭赶到救回郡主，二人萌生爱情。赵光义误认为救驾小将是后来赶到的傅丁奎，便以郡主相许。郡主闻讯万分焦虑，幸有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尾随道同台，偷看梅群钗。十二脉，八下为差。
杨鲁将军，我丁魁你来得好，快去打救郡主，你好好保护万岁，俺去也。走你的梦。万岁受我惊了。哎呀呀呀，这一小家，你是何臣之子，哪家之后？我爹爹定山王福龙，小相扶我丁魁。小爱亲疆场救驾，真爱大功一件。你虽然救了孤王，只是君主下落不明，只恐凶多吉少。万岁但放宽心，待臣单锤匹马，打救君那只还朝。好，你若救回君主，孤王亲口随婚，赐你回朝招亲。多谢万岁。君之恕微臣迟来之罪，犯病随退，这刑具怎看？君之不必着慌，待微臣扭断这铁链。
流星去空扬面起了君王。乱军主为救我七八岁将，多谢君臣。本是天不服燕赵龙郎，
寻至秦江。这厢送君一道，请君去先回宋营，待臣杀退责兵。小心了，臣领旨。君去受我惊了。小相府丁魁奉了万岁之意，搭救君之还朝。这臣这里现有战马，请君之乘得起。好带马。遵命。嘿嘿，我来着喽。今有万岁同台设立，郡主保驾前往，不想胡儿发动人马，万岁被困，郡主被擒呐！你速到天魔府调那杨家将去往同台救驾，快去快去！遵旨。杨六将军，您来得好。杨延昭见驾，贤爷千岁。哎呀，鲁将军啊，命你速回天伯府，点起杨家将，去往同台救驾，快去快去！如今万岁被困，军职败起，你还笑什么啊？千岁请坐，容臣慢慢走来。你快些将来，容我走。臣奉父命回府问候母安，行至同台，朕与胡儿八路里与万岁交战，那时微臣奋不顾身，杀退则兵，救了万岁，又接下囚车，救回君之。如今万岁与君之已安然还朝了。哎呀呀，鲁将军见此起功，等万岁还朝，定当请功受赏。微臣并非为秦公受伤而来，为着何来？在两军阵前，君之讲了几句言语，微臣不解，要在千岁台前领了教。君之他讲
王是什么啊？君子言道，老王言在先，先王做周全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一状元，正是。内侍有选三科状元，速到南庆宫。遵旨。状元宫随咱家来呀。到县对面之民有老公公半路引呐，臣见驾，贤爷千岁，新贵人平身，千岁，鲁将军，臣见过新科状元，是啊，状元公，杨鲁将军，儿亲坐下，谢坐。宣臣进宫有何训谕？只因鲁将军同台救驾，君之失了几句言语，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，微臣请教。君之言道，老王言在先，先王做周全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这先王做周全，叫本云我周全什么啊？哎呀呀，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，就可以做周全呐。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，一状元有你在内呀。请问千岁。君之可曾招瑞？并不曾招瑞呀。既不曾招瑞，想必是……状元公，臣我这一笑嘛，你就明白了。我倒糊涂了。状元公有所不知。只因老王在世之时，为愚昧终身，曾留诗以上。千岁请讲。掌上明之，左一扇，终身莫挡，等显官，状元为媒，君佐之，错评审宣，日益难。状元妹妹，这个县城的媒人，哎，就是你提了啊！哎呀呀，此事重大，无有万岁的旨意，我是焉敢为媒？怎么着？哎，本意说话就不算数了吗？不是哦，像那柴郡之乃先的柴王之女。万岁爱日掌上明知他的婚姻大事，无有万岁所知，我是焉敢为媒？状元公，臣你的胆量怎么样？特小了。不得不小心呐、不怕你走
谢千岁。
见驾，寿王万岁。皇儿平身，赐座。万万万岁。阿叔王，此番同台受惊了啊。再不要提起，儿臣敢问叔王，此番同台救驾，何人之功？乃是一员英勇小将。哦，乃是一员英勇小将。救玉麦的又是何人？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！也是这员英勇小将。阿叔王，你可记得状元妹之事？老王一命，焉能忘怀？儿臣七嫂叔啊，状元现在宫外，何不宣他进宫，共同商议玉妹终身大事？好，替顾传之，宣他进宫。遵旨，万岁有旨，状元进宫。状元进宫啊！领旨。君侄婚姻，老王命，蒙朕尽力做媒人。吕蒙朕，臣状元公、不敢不敢，至少为臣了。坐下坐下坐下、哦、是是是是是。亲家有所不知，只因老王托孤之事，是到柴郡治的婚事，需天子作主，状元为媒。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。救驾的小将军，少年英俊，父子们报宋朝，四海闻名，名不虚传，这壮士的榜儿你也看得准。臣不敢，恕王英明。此乃万岁英明，现也得了感召，孤儿看得准。这才是天缘巧配，人的同此心。吕蒙朕，你是官显得臣美臣领旨。此王家到天门府需要报喜、啊、回来回来回来。亲家，你要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到天伯养父啊！啊，到天伯府做甚呐？奉了万岁之意，去到天伯养父做媒呀！哎呀呀，姑就晓得你们是掌管历代了啊！儿臣敢问叔王，救驾小将是何臣之子，哪家之后啊？哦，乃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地魁。啊，错了，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禄郎啊。是啊，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。阿叔啊，你错了。奴才大胆。
金瓶，若有那好货单呀，将你赶出了宫门。新贵人，我愚昧许配哪一个才好啊？自然是杨延昭的好。哎，怎奈万岁坐之，叫微臣也无其奈何。怎么讲？无其奈何？哼！
要下不来呀、啊哎！哪有许多啰嗦？快快想个主意，叫玉妹与鲁将军成亲才是啊！哦，想个主意，这主意嘛，千岁。微臣倒有个拙见在此，有何高见呐、啊？请千岁去往君主宫中问个明白。去到君主宫中做什么哇、啊？千岁，福儿上来。你看如何啊？走，哪里去？随我去到君主宫中啊！君主宫中，微臣焉能去得？有我担待呀！哦，怎么有千岁担待？有我担待呀！我实实的不敢领教啊！你呀，随我来哟！
情，哪有不担心之理？啊，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，来到深宫应获赐驾。哎呀，不是愚昧提亲，我倒忘怀了。恭喜愚昧，贺喜愚昧。切，哎，你可不要烧假香啊！难道是，哎，你就忘了不完成？你有话请讲，无话就不要失了。愚昧，你我虽非同胞，亲日少宿，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，不知操了多少心，我呀，我方才还挨了骂了呢。小妹，我也不多谢你呀。好了好了，愚昧，我来问你，此番同台酒驾，何人之功？你问这做什么？我是受人之托，众人之事啊。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来问我啊？此事我是不得不问啊。你问的是什么？同台酒驾，何人之功？乃是哪个？乃是，哎呦呦，这乃是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哎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？并非大惊小怪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是瓦桥三关的杨。杨什么？杨业障。救愚昧的又是何人？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。愚昧有所不知，这其中吃了缘故，我是不得不问，多亏何人啊？多亏何人？哎呀，你好麻烦呐！哦，是不是那天伯府的杨鲁郎？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呐？救驾之臣还有哪个？并无别人。并无别人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蜀王言道，救驾之臣名叫傅丁奎。傅丁奎，真是。哦，他是奉蜀王之命进我回朝来的呀。嗨，蜀王就想愚昧终身，许配那傅丁奎了。其实我也这才是天马的长官脸。
连我也骂在其内了啊！不要在此虚情假意，快快与我请了出去吧。一位新科状元已拉上其内了啊。哦，是哪位状元？新科状元李蒙镇。李蒙镇，愚昧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何不宣他进宫，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？好酒一晃兄，好，待我宣他进宫。啊，愚昧，为了何事啊？我问问你，我们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？方才我骂的不是晃兄啊。哦，方才你骂的不是我，那么你骂谁呢？是书王。哈哈，你敢背地里骂皇上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小妹我一时心急，皇兄不要起走。我是焉能起走，方才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书王骂了一顿，我这心中有些不服。愚昧，你这一骂呀，倒给我出了气了。不要多讲了。愚昧呀，这才是好事，多难啊！愚昧，你吹气。
臣我怎敢吃人来顶撞，我只的是一伙本营来帮腔，千岁思来想一想，这庄园的本人我是不好当哦。所以这道的事情怎么问起我来了？郡主问的是你呀。啊，状元公。臣请假。是，臣启郡主，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。招赘的骏马是祸臣之子。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你看那里thank you。
起君之同台酒驾之事，微臣一一行之。是啊，他都知道了。君之在两军阵前多亏何臣前来救驾。是啊，多亏何人对他将来。这救驾的小将还有哪一个呢？是啊，还有哪个？救驾的小将的梁元啊！请问君之在两军阵前与镇元小将可曾讲些什么？哎，你问这做什么啊？这里面大有文章、啊哦、大有文章、哎、对他将来千岁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高才呀，高才！万岁驾到啊！哎呀，糟了啊，糟了！为了何事啊？预备呀！去，你随
还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呢？今日传下口谕，命新科状元吕蒙镇状元为媒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将，了却孤王一桩心事，岂不是一心呀？啊，恕王，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。家之后，哦，就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地魁。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啊，怎么不对呀？救驾小将也曾讲过，乃是养老领功之子，名叫杨业。皇儿啊，求家的小将军总有儿心难，
相须防，人有耳，君子不听背后无言。哎，这可不算我偷听啊，不算千岁偷听，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。啊，皇兄，既已听见，要拿过旨意才好。方才与状元公商议，命那养老令公带字上殿，金殿之上便命真假，便命之后，千岁啊，往下讲啊。我都忘了，还是你说吧。皇家之事，微臣焉敢多口？怎么着？哎，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？不敢多口。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？哎呀，越发得不敢了啊！啊，状元公，臣请讲。是，臣启君旨。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，君旨将真旨删之时当殿奏明，微臣乃钦此的状元美人，哪怕婚事不成。玉妹，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那周到不周到，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。小妹我是不谢啊。啊，千岁，天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，亲家呀。Bye.
来同台，九儿痴心的，可是只愿小相啊。啊，恕啊，阵前九儿的不是这院小将，乃是这院小将。啊，皇儿，你认差了吧。恕王，阵前九儿的是杨彦昭，宫中师弟也是杨彦昭，金殿相认的还是杨彦昭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在同台九谷吃闲的是傅定奎，昨日在宫中师弟也是傅定奎，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。臣妾万岁，我儿名叫傅定奎，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呢。我晓得他叫傅定奎，故叫你们都闹糊涂了。哎呀，这孤在同台，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。臣妾万岁，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，那时微臣奋不顾身，杀退则兵，本当保驾上马，那旁傅丁奎赶到，微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职去了，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胡儿是你杀退的了？是微臣杀退的。臣妾万岁，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。哦，是你杀退的？是微臣杀退的。是我杀退的。我杀退的。是我杀退的。来吧，来。臣妾万岁，何不让傅丁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？好，傅丁奎。臣。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。容儿奏。那日万岁被子为披马单锤，陈兄妹我二十三日的万子的大舅君的只才转的回归。傅丁奎，我来问你，哪次头戴身穿？头戴霸王盔，身穿王八甲。哎，霸王甲。对，霸王甲，他是何兵刃呢？红缨枪啊！小矮卿，那胡儿使的是大刀啊！对对对，那时万岁昏倒，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。他又换了枪了。我再来问你，那则相貌如何？这锅拿过，得了吧你！我是前来招赘的，又不是来进京科考的，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？你干什么呀你这是？臣妾万岁，傅丁奎言语之误，请万岁明察秋毫，以免诸臣大错。啊，恕王，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，请恕王审裁。好，杨延昭。臣。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。容儿奏。那胡儿生来勤俭合法，向下胡须甚凶而杀，头戴银盔银光衫，身披锁扣连环甲。
外亲，那胡儿是叫巴若离。嘿嘿，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啊！万难岁。七万岁母神罗平地，臣是银枪杀罪的，追探求这罪因你就会君儿之花仙威。万岁万岁万全之地心，差君之事微臣我救回来的。是怎样搭救于我当殿走来？臣领啊旨，这一问呐、要把原行县救驾的事儿要我戳穿。他们女儿家爱体面，我说上几句奉承的好话来也周旋。柴郡主的武艺令人羡，他一人抵挡皇儿有万千，当面四色的穿心箭，回头萧儿的马蹄尖。郡主在阵前把威风显，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不完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，好让郡主走开还。郡主此时脱了险，我才保我家。回营盘至康，君侄还是招赘我儿的好。臣妻万岁，念在我儿救驾有功，还是招赘我儿的好。招赘我儿的好，招赘我儿的好，招赘我儿的好。臣等
常言道，不定魁你翻阴阳，举把那酒家的事儿奏与吾皇。一个是千真万确理直气壮，一个是言语之物他神色慌张。万岁心中日灯明亮，君子应召那叫个儿郎。一臣看裴延昭是人心所向往，我只依从那老王的诗的句。传旨，君主的真知宝山现在谁手？就招谁为骏马。领旨。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啊！扶养儿家，听着。万岁有旨，真知山现在谁手？就招谁一位骏马。我这个媒人呐、啊。是人山不人人，宝山现在我身，万岁。